线路涌区翡翠复胜是等埋呢一匹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九场三班千八米的赛事暂时显示一号大热线路涌区。会不会用一个比较主动的跑法呢？黄旗举起。好，你一开闸的时候呢，咁前面快的马咁见到就中档位置卓桥飞到啦，咁仲有呢隻劲抽啦，响埋边呢就线路涌区内栏位置非常坚啊，外边灰马有绿色劲区啊，最初仲有两隻嘅小岛怡情同埋呢隻红衫嘅华丽再现啊，后多阵粉红衫内栏呢就翡翠复星啊，再后面白衫尾六到啦就太聪明啊，尾五内栏就精算博弈啊，尾四外边红衫呢就嗰隻放马过来啦，再后面三隻金刚仔明月光同埋就流金镖嚟㗎，接近千二米嘅段处，前面带头系雀桥飞道啊，二搭望空跟住第二位灰马有绿色劲区啊，内栏第三系呢只非常坚啊，第四位嘅马就劲抽啦，出边小岛怡情，内栏粉红衫咧跟住个第六位翡翠复星中档，第七仲有线路涌区啊，响外边华丽再现啊，内栏仲有咧就精算博弈啊，后边五只白衫太聪明啦，咁啊出边红衫放马过来，内栏尾三金刚仔，后边两只流金镖同埋只明月光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都仲喺呢只雀桥飞道啊，绿色景区第二位、第三位嘅马内栏非常坚啊，见到咧黄衫呢只劲抽咧，往外小岛怡情要上啦，咁啊跟住个后边嘅马咧，仲有翡翠复星线路涌区出边华丽再现，兜到最出啊，白衫嗰只咧就有呢只就太聪明，跟住个后边红衫仲有放马过来啊，好啦，入正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就绿色景区啊，中间位置有劲抽啊，外边太聪明冚上嚟，中间线路涌区最出位置仲有放马过来，最后一百啦，透出嘅马见到外边咧放马过来涌咗上嚟啊，中档位置有太聪明，数入去就线路涌区入边粉红衫，仲有啲翡翠复星，最后五十米放马过来占先，太聪明逐步逼近，太聪明追紧放马过来，放马过来应该赢啊，跑第二名咧就太聪明，第三名线路涌区响入边，出边有明月光啦，内栏粉红衫嗰只咧就翡翠复星啊，咁啊结果就外边冚上嚟嗰啲马得，放马过来。太聪明啊！第二、第三名咧，线路涌区、明月光、翡翠复星近九号嘅放马过来啊，史卓峰喺出边咧，睇嚟冚赢咗啦，咁啊起码啦喎，跑第二名十三号嘅太聪明啦，第三名咁啊一号嘅线路涌区莫雷拉大热门，第四名好近啦，出边有只明月光啦，里边有只咧七号嘅翡翠复星，咁啊有平头咧。好啦，头二名咁啊，结果咧就史卓峰啊出边啊，即系放马过来。虽然即系太聪明咧，一度都想上翻嚟噶，咁但系都俾对手压住咗。咁啊，预计啦。
好啦，翻嚟有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九号放马过来，独人派69.5，位置派23.5；跑第二名13号嘅太聪明，位置派20.5；跑第三名一号线路永区，位置派14.5；连赢位9搭13，派206.5；三重彩九号、13号、一号顺序派1427元；单 T 一号、9号、13号派135元；位置 Q 9搭13，派68元；1搭9派43元；1搭13派46元。跑第四名是12号的明月光。第三名张相啦，见到咧房呢只线路涌区，咁啊都系第三啫，换咗莫雷拉啊。第四名出边明月光，咁啊反镜见到只未到线噶只翡翠复星。咁赛事时间1分48秒63啊，都系比较慢啲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宝物沉龟底啦，叶楚航马房咧，今日最后一匹参赛马，咁啊赢咗啦，呢只放马过来啊。之前一路啊，步速慢啊，追唔到，追到第三啊，啱啱两场都咁啊，今场啊追到上嚟，一路都好嘅只马，即系稳定嘅演出啊，紧张都。两只都系何泽尧跑开嘅马嚟嘅，太聪明啦，放马过来啊，咁啊拣啱啦，叫做啊，结果两只都。換了人都再跑得挺好的，精樹博弈他騎了，是的，放馬過來紫卓峰起個馬，武術冠軍贏完之後到這匹了，都是後上的兩匹了，樣羅富全又有多個第二名了。好了，三揀一的預計派彩了，勝出組合 A2 隔夜半熱門了，派30元。四连环预计派彩，一号、九号、12号、13号派477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彩，九号、13号、一号、12号顺序派8266元。唔系今日睇多啲嗰只线路涌区嘅能力啦，其实真系唔可以临尾咁多马着格仔啦。去试下挑战佢。唔系今日都系第三啫，换咗莫雷拉啊。一對跑第四的馬都是谷草過來的馬來的，翡翠復星和明月光。好了，巡來影片起步話一二三檔原來都挺輪盡的，那隻非常堅就撞到翡翠復星，精算部也慢了。前面有什麼馬走呢？看到競秋出來快，他又不想走，想 hold 住雀橋飛到就先走，外面位置灰馬綠色景區，大外檔小刀怡情拍住華麗再現，中檔位置看到就熱門的線路涌區，內欄位置非常堅，出閘就撞了，所以都放不得到。內欄位置是翡翠復星，拍住就太聰明，後一陣的馬看到黑白斜間三就明月光，入面位置是金剛仔精算博弈，包了尾就劉金彪，步速都算正常的，头两段就同标准时间差不多啦，系第三段就慢咗啲。咁啊，小岛热情就沿途望三叠嘅，咁啊后边嗰只华丽再现啦。咁啊，一只接一只啦，放马过来啊，太聪明都系留得较后个位置。咁啊，前面就 Jack 乔飞度今日用下嗰个前领战术啊，啊绿色景区拍住佢嘅。都有啲失望啊！呢、這个绿色景区啊，系劲抽呢度啊，想揞开对手啦，咁啊上嚟啦，啊最尾嗰只刘金彪又系咁啫喎，其内都冇乜反应，好入直路啦，几只都揈得出出边啊，追得最好都系出边嗰两只啊，我连后边我最近都要打去当嗰两只嚟嘅，系啊，金刚仔、明月光都追近嘅。头先翻嚟福榜见啦，贝汤美同阿史卓峰，唔知咪依家连跑道咪出边好啲咧？依家嗰只喜连掌声都要冲噶嘛，谂住喺外边啊！啊，放马过来胜出。好啦，第九场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9搭13，派68元；1搭9，派43元；1搭13，派46元。
組合獨贏3-1，勝出組合 A2 隔夜半熱門，派30元。四連環1號、9號、12號、13號，派477元。四重彩9號、13號、1號、12號，順序派8266元。孖寶派彩頭關12號、次關9號，派85.5元。頭關12號、次關13號，派11元。分段時間，頭段13:79，第二段22:22，第三段24:63，末段23:56，總時間1分48:63。